一定必须得过，紧张哎。对啊，要过呢哈。是，就是你们这些人给我的压力。相信他是可以的。虽然说我昨天在跟他聊的时候，我吓他，但是开始的意思嘛。七，过，第一关过，第一关过。哦，很大力。完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还在抖。我看到你在抖，他刚跟我讲话的时候，嘴巴是这样。我觉得你这是故意来看看我。八周年，太热情了啦！谢谢弟弟，先跟宪哥一起提升环保奖哎。对啊，永远会记得这一段的 memory。这是我们三个第一次环岛，好野哦，我们好野哦。漂亮，哇塞！哎，提重机真的要有伴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没错。那个报名表已经交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上课。那对于这种机械型的东西呢，我觉得我是学习的过程中我是蛮开心的。那你有把握第一次过？哇，你还很大。我们先来适应一下哈。教练，你觉得他这样子非常 OK 啊？就是这样，我觉得很 OK， 尤其是平衡抓得还不错，抓得很好。希望那个考照的时候会考过。今天我们要上的听说是比较进阶的课程，会教一些你们基础路上会用到一些基本的转弯，是让熟悉一下车子的倾角跟跺脚的使用。最主要是不要怕车子，不简单哎。可是就是有点改变了以前骑摩托车的方式。一定要过啦，一定必须得过。有点紧张哎，对啊，要过呢哈。是，就是你们这些人给我的压力。相信他是可以的。虽然说我昨天在跟他聊的时候，我吓他，我说其实没有那么容易。你在看我笑话，这样我压力很大。没有，我来看你要帮你庆祝的。这样是开始的意思吗？七，过，第一关过，第一关过。哦，很大力。完了 ，OK 吧？突然那个空转的声音吓我一跳。紧张死了，一直在跳。谢谢，谢谢，好。哦，顺利考过好吗？快耶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还在抖。我看到你在抖，他刚跟我讲话的时候，嘴巴是这样。我觉得你这是故意来看看我，不要紧张啦，来帮你加油打气庆功，顺利通过。